侯爷。他怎么样了？他吃完药就一直睡着。在这儿呢。钟哥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娘亲在呢。不哭不哭，娘亲给你唱歌好不好啊？我让人叫刘太医来。没关系，侯爷不着急。刘太医说了，钟哥夜晚就会这样，是正常的。钟哥，钟哥乖啊，娘亲给你唱歌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。不小心睡着了。你连日照顾春哥，不得休息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侯爷近日不上朝。我昨日便已告假。春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来人！侯爷，快，快请太医。是侯爷。冬青，倒点水来。没事没事。钟哥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